天高地厚。等用原 key 唱哦。那你们怎么唱？知道恩哥是谁吗？恩哥，我知道恩弟，不知道恩哥。恩哥，恩哥就是恩弟的哥哥啊。哦，你不能插插是不是？点奇怪的歌啦，豹哥。啊，离歌哪是奇怪歌、哦？你先挂接替呗。豹哥，你要不要换个那个？换节点，大家要说卡，换个那个地点。你看有一个卡吗？我没看啊，但是他们又说卡。什么东西？我问一下观众，大家要说卡，好吧，我等一下要重开一下。啊、这不是你有跟你爸说那个吗？你家那个没还没说啊。啊，你现在会报吗？我现在不会报啊。有啊，一个废话。应该是那一天的关系而已、啊。Sorry， 真卡是不是？好，你要看一下。哇，尾流！哇，你这样也吃到尾流，好扯、哦！我也觉得很神奇啊。对吧？炸裂！连尾流又站在我这边啊，这个没办法。你那个尾流太扯了、哦，里面就是。啊，连尾流都站在华裔这边啊，我也没办法。靠边。靠腰。哎呦！好了，我看一下。奇怪，我退血那时候有设定呢，为什么定律没有跑出来啊？什么意思？就是。有人订阅了，可是我 OBS 就是直播上面没有跑出来。可是我那个有时候会这样，有时候会有问题。有时候会有问题，因为我今天是偶尔有跑出来，偶尔没跑出来。所以你那次有没有击霸、啊？哦，你说在设定在聊天室回那个，就是对啊，那个机器人就是只要他活着，你那个虽然说没跳出来，但聊天室都看得到。哦，了解。对，有时候我会这样。击霸是要自己设定吗？还是他本身就有了？没有，要、這個、自己设定哦，要把他请过来。我这边有鸡巴、啊，就是我请过来之后他是说他现在内建就有了吗？还是我要设定什么？我内建就有了。哦，好，有这边有鸡巴、啊，你们来啊，看看会不？好。哇，还卡？不是吧？卡。卡逼，你个卡逼！几点玩小妹妹？10:30好了，10:30，我跑到10:30啊，我跑到十点半。哇，老板，我观众说卡哎、欸，没关系啊，你可以这个。要选择死亡。没有，有时候会这样啊，因为那不一定是你家的问题啊，我这边也是啊。远传电信大爆炸，你现在不是换远传吗？对啊，远传啊。对啊，你就是远传电信大爆炸啊，炸一下。可是远传是手机啊。对，再这样。好吧。不然你把那个调2000啊，上传调2000。我操！哎呦，我跟你路线走哎、欸，这车。我跟你路线走，想说我应该是可以踩到这个加速的。对。我好脏。弟，你不要去厕所吗？我忍住了。对啊，不是说你忍住了，肛门锁紧。还是你已经文雅一点，文雅一点。那要怎么个文雅法？个来豹哥小教室。
哥，要如何让这一句变得文雅？哥，哇，从哪边过来啊？那么猛！含苞待放，含苞待放，含苞待放。坤宇抢了出来，我的坤宇有力。哦，sorry，好稀哦。嗯，我电脑在挡 sorry。哇，一直没飘到。那是我跑法、啊、哦，道士跑法。没有啊 ，S1 跑法，我怕被挡啊。S1 跑法。对啊 ，S1 跑法，韩国 A1，S1 跑法。哦，你这是什么？再来一个，S1 沙发，哇，你这 S1 尾流 ，S1 奶蛙，哎呦，哇，哎呦，有人挂嘞，快，还行，好，第二名，有了。看没中。我觉得我只剩下这个机会了。嗯，少了一个人。少了一个人、啊、黑棋说要来啊，真的吗？真的，我看他在不在，他不在楼上吗？我操，他有密我欸、啊、对啊，看我没有，哎、欸、你们等我一下，我重开机哦，我重开机很快、嗯、那我去厕所一下，真的假的？好，我也去厕所一下。画面被切了，安安。I will be back。 哇靠，你重开机也太快了吧。 SSD 啊，喂，嗨，新电脑啊，这可是新电脑啊。你住多少忘记了？好，两万四啊。我推荐这可是两万四啊。哦，现在我感觉到了一份自由。哎呀，我要被锁音轨了！你唱的太像原唱了，这样会不会太吹？哇！要被锁音轨了啊！我也要被锁，应该懂吗？我也要被锁音轨了，我也要被锁音轨了。墙壁在哭泣，怎么说？为什么是墙壁在哭泣 ？Lisa， 哎、欸，我是，嗯，让呢？等我一下，来了，走吧。我怎么觉得怪怪的？不啊，妈的！
白痴又卡，我重开。我们跟他们玩完之后再，再来考虑唱歌。对，那应该就。对，今天网络好特别不稳。哎，怎么突然觉得蓝队变得特别强？喂喂，听得到吗？喂喂，哪里啊？喂喂，听得到吗？听得到吗？有打僵尸了，啊！你们真的要玩吗？我是问认真的。你们要玩什么？超级鸡马，那个那是什么东西 ？Super Chicken 有宰点吗？那个是那个要买的，买的哦，好吧。想说要跟想说想跟你们一起想跟你一起玩的，没有啊？我要问你要不要一起玩啊？那个就是要买一次啊，然后就可以玩了，蛮可爱的那个游戏。你很晚睡吗，陈春？不一定呢。现在减二啊？对，没事，还行还行。那我也还没买，说实话。好，玩 GTA 好了 ，GTA。这个我就有了，我都没有，我电脑只有跑跑。你有跑跑，还有那个冰剑艾希。对对对，我才能看看你的艾希的表演。你看我打喽。对啊，那个冰剑超溜了，不是我来讲啊，百发百中。我还记得我刚玩英雄联盟的时候，有跟小草打过。那时候我十几等，小草二十几等，小草让我打 AD， 然后忘记小草打哪里了。然后那一场我大爆血。真的假的？我完全没印象哎。我有印象，你那时候还开直播玩。我开直播玩？你那时候开直播玩，你是怀疑的。那时候在你是怀疑的。真的假的？真不唬。哇，你怎么记那么清楚啊？我不知道，反正我记得你那个时候也还没满三十。那我一定是玩贾克斯啊。
对啊，好像想认识没错。因为我那时候我从到尾我只玩一只贾克斯啊，那也是这个 Spider Rain 推荐的啊。Spider Rain。对啊，我就问他说有什么角色好玩，他说这只很强，然后 S3 直接被砍成白痴，一蹶不振，到现在 S6 了、啊，还没有看到他回来啊。你指哪个苍鱼还是？贾克斯，嗯，你一直哪个还没回来？苍宇还是贾克斯？两个都没有回来啊！他从 A 三之后就消失了。啊，小岛不是没小岛不是没贾克斯的吗？对啊，没贾克斯啊！爸爸你说什么？啊，苍宇不是 A 四还回来玩一下吗？他每一季都说他要打精英啊，然后每一季都听到他说他要打精英啊。他每一季都在嘴炮啊。欸，你们等一下进终点的时候可以答应我跑黄线吗？跑中间，跑最中间。为什么？答应我就对了。好，跑最中间。好。队友刚才久，我先让你过。好。好了，好，我看到已经有一个蓝色的东西在中间了。我白痴，敢吃撞我！我家孩子很乖的，一定是破车跑来撞我。春春要跑那个黄线哦，跑黄线？你说那个吗？哦，你说进终点跑中间。OK，我们的可可要求的。OK，我会的。不要顶！哎，怎么又太？不要顶，师傅。没成功，好可惜哦。对啊，你跟我撞在一起耶？为什么我没？我直接飞出去啊！哦，什么事都没发生。我直接飞出去啊！小草有兴趣加入华裔的英雄联盟队伍吗？哥，他们不会找我的啊！不要想啦。会不会找我啊？有机会啊！真的吗？我也觉得有机会。这个机会大概就是，我是 1.87% 吧，你是 0.87%。如果我当初不玩跑跑，说不定前阵子出国的就是我了。对对对，对对对，没错没错，没有错。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在开玩笑？没有啊，我觉得很，我觉得都是有机会的啊，我相信你啊。真我阿朱莎当初也跟我讲说要想打职业啊，这个我也是信的，真我信。我有说过啊？有啊，你跟我你刚满30等的时候，你跟我讲说我想打职业，所以我要把时间放在英雄联盟上。真假？我讲这种话啊？你还你可以问爆蛋也知道。我报哥都记得一些奇怪的东西，那我没有讲过什么话啊？我记得小草、啊这个私下聊嘛，私下聊。小草以前的偶尔状态是什么 ？S 三什么？白金 S 是什么 ？S 五世界冠军。完蛋，那个黑石刀被挖了。S 五什么进职业 ？S 六世界冠军。我后悔认识报哥太早啊。啊，我们今天封印啥就认识啊？完蛋了。这个 S R 前有很多东西可以挖。巅峰 SR 真的是我一个巅峰期欸，真假的？对啊，那时候玩很烂，可是不知道怎么认识了一堆职业选手。包哥，啊，你还记得你国中的毕业册的照片吗？我不想知道。我知道我有。你刚刚有没有转啊，包哥？没有啊。要我让你想起那个回忆吗？我不想知道啊。你怎么没有说为什么我有？你怎么没有问为什么我会有？为什么你会有啊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有。会不会是你的粉丝给你的、啊？就跑出来的耶、欸！肯定是我，因为你是我学弟。我头好痛啊！那张还蛮帅的啊，头发哎、欸，为什么头发留那么长啊？那时候没法进啊。
啊，那时候啊，有法镜啊，我还染头发，我不管，奇怪，头发太长了吧，太嚣张了吧？最后一场哦，欸、他们那个什么，那个运动会什么时候啊？我想我也看一下。那个啊，射手运动会、啊，等一下，你会回去吗？好，我毕业后都没回去过了。我毕业后回去过一次，因为后来我就为什么？为什么会有七号大段位啊？那个人参与，全都是我参与的。我一个起跑大逆向。这个我们可以去调查一下，然后我们两个那一天可以回去一下。哦，好啊，走啊。然后找一下各自的老师啊。我的老师应该我因为老师叫廖宁辉啊，啊不是廖宁辉，我一个你的老师，你的导师许昌明还在吗？是物教，估计是还在、啊。我们共同老师还没到退休的時候。我们共同老师许昌明，还有那个一个数学老师叫什么陈树珠啊，还是陈什么珠忘记了。你全部记得哎、欸，我只记得我们国小有一个班导，叫做这个谢雨生。谢雨生，谢雨生，谢雨生。你问他们会不会唱张雨生的歌啊？他超级讨厌我。为啥？他歌。我国小有一个，我是问题学生。问题比较的稍微多一点点。很叛逆吗？哦，我想要考前三名诶，现在这样。我说的问题是那种上课举手发问的那种。哦，好好，你要问什么问题啊？老师，你今年几岁啊？老师，你有男朋友吗？老师，你玩跑跑吗？多大、啊？张伟，这种啊。啊，这没讲话代表默认啊。哦，我们就可以猜想到。我刚很专心跑，好不好？没有问了他太多问题了啦，那时候很爱问问题，自由神，常常举手发问。啊，我要来撤退了。嗯，真的要玩吗？真的有要玩吗？我问你们，真的吗？估计是没啦，感觉要钱的凑不到一起啊。没关系啊，我可以直接买正题直接给你们啊。那个又没多少钱，对啊，有 PayPal 的应该可以买吧？可以啊，有 PayPal 就可以买啦、啊。我也是用 PayPal 买的啊。这个，春春，你的溢价如何？啊？啊？是什么游戏？好啊，是好是。豹哥，你溢价如何？好，阿朱砂跟港自私的。好，但是我电脑玩得动。可以哦，那个游戏你跑跑玩得动，那个就玩得动啊。真的吗？那个游戏也是个。那个游戏就是几只鸡跟马跳来跳去而已。对啊，那个游戏就是你玩过 SF， 你就可以玩那个啦。SF 怎么跳，你那个就怎么跳啊。那我应该是职业选手。不然，叶颖，你若不知道，你上网查那个超级鸡嘛，就会有跳出来了。哪个鸡？哪个马？就是那个鸡的